好，我哋我试下嗱，而家咁样啦，我熄熄个风扇，睇会点咯喎。冇抽，哇，出晒嚟啲烟，系喎。飞出嚟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阿 May 啊，妈咪同我一起咧，我哋又系对住个无烟烧烤机咧，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啦。咁呢个大二嘅无烟烧烤炉咧，去到而家进化到第三代啦。咁我净系斋讲外形咧，就会见到系嗰个烧烤范围嘅盘咧系特别大嘅，因为佢咧已经用埋咧平时第一代咧嗰个 panel 啊，那个 panel 个位啦，咁所以嗰个烤盘范围特别大啦。第二就系咧，佢有两个烤盘。兩個烤盤俾你，其實你會覺得點解要兩個烤盤啊？你試過燒你就知啦，燒燒一下咧，如果咧嗰啲嘢污糟啊，污糟。但係咧個問題就係你未食完，但係佢已經燶到，你所以餐廳會點嘅咧？啲侍應換個塊俾你咯，係啦，係而家所以俾多塊你換個塊俾你。好啦，咁呢個外表啦，但其實你睇下佢內在美。嗱，佢咧其實咧而家呢個發熱線咧係跟個盤㗎。如果之前有第一代的時候你就知道這個這個這個 U 型這個發熱線是黏住個爐的，有什麼好處呢？就是這個發熱線它 connect 了它就會發熱，它會更加緊貼我們的底盤，令到那個熱度是更加均勻的。以前也有個問題，就是越近那個電掣位，這個電掣位越近就會熱一點，越遠就沒那麼熱，是不是那時候我們燒極，我們放來燒菜，這個，但現在就一體化了。這個就是它第二個問題不同，三個不同是什麼呢？譬如現在我拿起這個，因為它 connect 了，這個電 connect 了，它才會滴滴聲著。好，拿開盤給大家看裡面構造先，待會先開飯。我們好，它中間都有個接油盤，接油盤呢就不會再有個發熱線在這裡阻住去，即要拿起它了。我們現在就拿起接油盤之後看到什麼呢？就是有一個就接油盤的盤底，因為其實這個水冷這樣去抽油煙，我們需要放水在這裡，因為油煙在這個抽氣線抽油煙落到來碰到水，它就會 stay 在水那裡，就會令到家裡的味道油煙都少很多。就在家裡吃東西，要打邊爐，要是就寒烤，最好就有一個自生抽油煙的機器，我一插進去它才 connect， 它就會滴滴聲。好啦，咁你會覺得第二代咪細啲嗰個好啲嘅？嗱，冇錯，你覺唔覺得細嗰個細啲個好啲啊？佢咧嗰個水嗰，那個收集油盤咧係喺下面咁樣個抽出嚟噶嘛，咁所以真係各有各好嘅。如果你想揀嘅，你就自己問自己，我係想要個好大可以招呼到十個啊嘅朋友啊嚟到啊，定係我哋可能咧蝸居四五個啊，其實自己通常咧四五個喺度烤，嗰個就會細啲、輕巧啲，同埋易洗好多。呢個都仲係咧，我都嫌佢嗱呢個要辣手啦，一個係咪先？佢唔係喺外邊揼兜出嚟嘛。咁同埋咧節油盤全部要温敗温咁攞出嚟咯。咁但係 anyway， 而家呢個咧最新嘅版本咧，佢都改良咗好多之前嘅唔好嘅地方啦。而家我睇睇佢開關先啊，佢嗰個開關咧就會係咁長咁啦。好，跟住咧就係有個温度調校100度。好，我哋而家嚟個250度，佢最高可以係250度嘅。咁跟住咧風扇我要開啊，點都要開噶嚇，聽到聲一開風扇就有聲嘅啦。咁啊，抽氣嗰個程度咧，俾張紙巾大家睇嗱，攝住嘅，見啦，攝黐住。咁呢個就係個抽緊氣嘅狀態。咁喺屋企燒嘅食物，每一陣煙味。係係啊，同埋油煙味，同埋油煙咧好得意嘅係，除咗味道之外咧，佢係會係即黐住啦，即係提第啲地方立嘅。咁盡量抽到幾多得幾多啦。咁我哋一預熱之後咧，我哋就可以咧去寒燒啦。我哋燒我哋今日有啲串燒啊、魚啊嗰啲咁樣。冇得出街食，冇得出街食喺度食啊！冇得出街食，真係好多菜式食唔到啊！咁所以咧，而家喺屋企咧能夠打到邊爐啦、寒燒啦，又或者係一啲盤菜啦，咁或者係仲有好多菜式嘅。好啦，我哋預熱咗之後，你試下煎嘢先，睇下啲油煙嘅去向先。睇呢度係，哇！喳喳聲啊！嗱，咁跟住咧，佢就應該會聽到聲啊！煎緊啦，煎緊先。佢擠啲串燒啊！嗯哼，串燒就得。嗯，好快嘅喎，要串燒先。咁佢嗱，譬如啲汁啊嗰啲嘢咧，都會喺個窿度跌咗落去啦，有個接油盤嘅，咁就唔需要即係持續煎住啲油啦。好。我發覺到好似咧，反而今次係越遠離嗰個電池位嗰邊咧，就越個熱高温啲咁樣好似。嗱開始啦，跟住你知道嗱，因為好多油啊，你係啲煙係幾時嚟嘅？就係有油咯。好啦，見到我，但係其實係完全 keep 住咧，都係唔上嚟呢個位啊，係入咗去入面個水。俾兩邊抽曬。
嗱，佢嗰個煎廳咧個底咧都係不粘鍋嚟嘅，咁所以其實就算有雞翼咧都唔使驚話黐底啊咁樣咯。即係易結咯。易結嘅。嗱，聞到未啊？聞到啦。好。好，我試下嗱，而家咁樣啦，我熄個風扇睇會點咯喎。冇抽，哇！出曬嚟啲煙喎。冇，原來有抽同冇抽咁分別，頭先唔怪之啦。你覺得好嗱？而家有抽，我開翻啦。即刻啊！咁俾你抽咗落去咪？佢話即刻冇咗喎。油煙咯。哦，原來係好油煙嘅。喺屋企燒烤得啊。啊！我本來覺得好似係咪我哋啲嘢唔夠油咧？啲陣味啊！俾多次個魔術你睇啦，嗱，而家我熄咗個油煙機啊，啲煙佢會點咧？即刻出曬嚟，即刻升上嚟咯！哇，原來咁多油煙嘅，係啦，唔怪之佢話佢今次嗰個抽油煙嘅魔打都係加強咗嘅。OK， 咁啊，咁呢個測試好成功喎！嗱，呢個你啲油煙完全係頭先係咁樣攻落我塊面度，我哋變黃面婆噶嘛，而家唔係啦，我塊面唔使黃啦。就是已經入咗去入面啦，好過抽油煙機，但成功今次測試成功，我哋而家開飯啦，開飯啦喂！好啦，我哋食到中間啦，其實仲未食完噶，但係咧我哋發覺嗰個爐咧，即係其實咧去到可能有啲焦嘅位啦，你可能即刻清除唔到啊，咁樣我哋就可以即刻咧就換佢另一個，因為一 set 有兩個盤噶嘛，就換另一個盤可以咧唔好影響我哋嘅雅致。不過其實我都想講嘅就係，就算咧而家咁嘅狀態咧，都係比起以前嗰啲嘅爐咧。是好很多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那個 coating 問題，那它就是以前那些只黑到 有黑色要鏟起來，這個不會那麼黏，那些是鑊爐，現在這些只不過沒那麼多黏接受到的，但是呢我們中途要跟大家拍拍先，因為我們待會再吃，現在拿起那個盤給大家看看，接著呢這個呢、就那個電就電源斷了，好，這個盤我拿開先，我們就可以換第二個盤，可以繼續燒，那換回一個新的，好像人家在餐廳那裡呢，好即刻可以繼續燒，咁我哋有個新嘅盤繼續燒，乾淨嘅又燒，即機可以送嗰兩個盤俾我哋，所以前我哋都煩惱啫，哎呀死啦，忍住嗰啲鑊燶啦，唔使啦，今次我哋可以直接再換個新嘅盤嚟到食啦。